呢，由于我们加拿大齐鲁华人总商会主办瑞邦金融冠名温哥华金控协办的第二届齐鲁情系温哥华迎春晚会，在温哥华市中心的五星级酒店四季酒店隆重举行，特别邀请各位在此欢聚一堂，共叙友情，畅谈那发展和未来。把春晚搬给在温哥华是应该是最高大上的一台春晚。今天很高兴啊，看到了新朋老友聚在一起。是亲爱的同志，我告诉你，我也有自己最美好的理想，那就是有我最亲爱的朋友和我的家人在一起共享共度那美好的时光。那来自你的老爷不如成家，不如有
转，感谢各位。下面我们就要唱响我们的难忘今宵。